到八强嘅阶段，比赛比之前激烈咗好多啦。睇下现场情况，球迷啊越嚟越多，观众席上面嘅空位啊越嚟越少。当然啦，球队都开始派晒佢哋最好嘅阵容出场，争取晋级嘅。其实都正常嘅，因为距离奖杯越嚟越近啊。非常令人难忘嘅一个球场，比赛都多咗分色彩啊！开波。华伦西亚一个长传上前场，直接长传是突破的好机会来的，个波来到亚祖安奴那里，这个直线靓啊，马迪大脚解围，云坚基尔好巧妙的传送啊，云坚基尔这一下就说想试一下传上去，那个波啊比得麻麻地，但其实呢个做法个心思是挺好的，应该还有下次的。美亚试下接应啦，连格踢走个波，云坚基尔朗拿迪诺索尔传个波埋去对方的心脏地带度，亚祖安奴，亚祖安奴截走个波啦，连格身形占优啊，朗拿迪诺个波飞咗出嚟，边度会追到先？系咪要起脚呢？咦，个波出嚟咯，呢脚直线一下趟穿得唔得先？后即明笛表示上半场结束啦，机会系冇噶，但系真系硬系入唔到波咁解啫。呢场波暂时都算好睇嘅。上半场打完啦，冇入波就唔对。朗拿迪诺射佢，守门员救得靓啊！他们选开个短的朗拿迪诺斩埋去，这一球波就不是负碌的，你看他入波前的企位就是为了应付这些情况的。哇，这个波的功劳全部都是他的，走位又靓，踢得又靓，在这么重要的比赛第一个入波也都特别重要的。波嚟到马达道，华伦西亚整脚直线，呢球差些少就得噶啦。对手后防啊睇得好清楚啦，睇嚟俾波要俾得准啲先得。守门员大脚斩出去，边度会追到呢球波啊？好，而家一个传球，赖雪哇好跳得啊，一脚踢走呢个波。华伦西亚山齐士唔错唔错，有啲睇头啊！呢个时候仲讲咩阵式啊、战术啊，去啦！冇其他选择啊，一定系咁。落射佢，如果头先入咗，咪领先两球咯。真系好似死过翻山咁啊！不过看他们的样子好像还未惊完，试下摁埋去啦，朗拿度好，而家掂唔掂啦，入波啦，在这个时候赢紧两球都赢得了啩，怕扯值得欣赏，就是他们不单止是抢个波咁简单，仲要是攞到个波之后点做嗰下好嘢，教练向他投了信心一票啊！俾得佢上陣咧，就係想睇下佢入波啦。結果咧，佢啊冇令到觀眾失望喎。喺呢度射佢，馬達。球證睇一個標之後就吹雞完場啦。